这边没感觉了吧吧、嗯、抠得很干净、嗯、这个应该也是这儿 有感觉是不是、嗯、两个都是靠内侧的地方、嗯、太大，下次还会不会长得更厉害？这个吗？你这个下次它还会长。嗯。你平时穿鞋穿什么鞋比较多？运动鞋。运动鞋。嗯、宽松的还是那种合脚的？尽量就是你要买鞋穿鞋穿那种宽松的，因为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它就这样。这个修的话，就是可以把它这个。肉的这个给修出来，但是它跟咱手上指甲一样，它还会长，它也就是长了，哎，又长到这种程度的话还会疼，所以就是除了修，另一种方法就是做矫正，就是说彻底解决的话，你看看没看见，是不是挺大的这一块，就是说这彻底的把它就是以后不疼了，就是做矫正把它给拉平，跟矫正牙齿一个原理，拉平就没事了。还没过去吧，我刚才出来了一下，马上回去。
汪哥，哎，我马上就回去了，好，一会儿回，我这总共多少钱？还一个采耳是吗，哥？嗯。啊，156。扫那个小企鹅就行。天津银行收款78元。还有一个采耳。这还有一个。这个呢？天津银行收款156元。